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丁家营寨的3541。这个3541是比较好找的，你直接导航就可以过来。这个3541处在三条峡谷当中，面积也是比较大的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隧道，进去看看里面是做什么的。小心路障，下车推行。前面是通到前面的国道的，是一条路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中国人民解放军3541旧址。前面这个地方改造成了一个红色教育基地。这个隧道也是通到前面的国道的。这些楼房，看上边的涂料是后来又粉刷过的，后来看起来是比较新的。还有一些人在这乘凉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露天的影院。舞台啊在北边，坐北朝南，看台啊在南边，上面有台阶，上面还有一个主席台。这个地方既可以看电影，也可以看演出，还可以举行体育比赛。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场，看一下这个篮筐，篮筐都还在呢。在这个舞台的东边，有一排两层的房子，比较老旧了。前面还有一些菜。这个地方还建了一个健身广场，有很多健身器材，有很多老人孩子在这里玩耍。军县五厂医院。3541工厂，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